爷青回，我们又来做摧毁行星模拟器了。哎，不对呀、啊，这次的心情怎么变样了呢？你就说好不好玩吧，想不想玩这个 mod？ 那还不点赞点关注？大家看啊，这个 mod 里的大多数星球都变成了方形表情包地球，各个凶神恶煞，还带点嘲讽，这不就表明了要让我们打吗？别着急，咱们慢慢来，一个一个教训。今天咱们就来看看这个叫地球的方形表情包星球，都长成这样了，还能有人生活在上面吗？居然还有7亿多人，这是在里面生活吗？好，咱们就近距离看看这个星球吧。大家还记得超级战机彩蛋怎么触发吗？把导弹射成66，然后就可以召唤超级战机了。咱们来看看这个方形表情包星球有什么特殊的地方。首先，整个星球都变成了方形，好像是废话，表面很粗糙。让我们进去内部看看有什么不一样。好像没什么区别啊，就是它这个表情让我很不爽啊。好，那我可就不客气了。地球长了张脸，我就欺负不了你了是吧？来，直接上行星摧毁器。哇哇哇，不是吧，一个行星摧毁器你就不行了，马上就要融化了。这个时候如果我们重置的话，就可以变成南瓜星球。哈哈，以前我们没有解锁，这次我们一块解锁一下。既然都变成南瓜星球了，那我们就画一个万圣节南瓜头吧，用这个激光先画个嘴巴，就这样，然后修饰一下。好吧，画大了，成了大嘴猴了。再来一次，这次慢慢画，先画个小口，然后让他嘴角上扬，他肯定特别开心吧。好了，我们左嘴角右嘴角最后修饰一下，可以可以，然后画牙，从中间开始画吧。啊，这画成大龅牙了。没事没事，继续，左边再来一下，右边再来一下，当当，眼镜必不可少，然后鼻子上面再开个洞，往里面放导弹当蜡烛、怎么样，这就是艺术啊。行星造型艺术哪家强，还得看我小军阳。我们开飞机近距离观察一下，从嘴里面进去绕一圈，再从嘴里出来，再从上面进去，哎呀差点坠机，再从眼睛出来，很完美。这么大个南瓜玩完了可不能浪费了，送给蠕虫吧，当甜点。哇，吃的不亦乐乎啊。我们再近距离观察一下这个蠕虫。哎呀，我给你吃南瓜，你竟然把我撞死了，看我打死你。好像打不动它呀，算了，回来继续看我们的小南瓜吧。千疮百孔，我们再来几个孔吧，放几个黑洞，陨石也来几个，嘿嘿，看看还是激光懂我，一口一个大洞。最后我们再用行星摧毁机加热一下，慢慢变红了，老弟们，烤南瓜好了。大家感觉这个 mod 怎么样？想不想看更多的表情包星球？那可一定要点赞关注，下期我们继续搞活，拜拜。